于公于私，我都要表明我的态度。我是不看好你再另起炉灶办一个钢厂。您不知道这个钢厂对于我来说有多重要。如果换作是您，你也一定会这么做。为我想法，你能不能也来助助？还是咱们这些人一起干？不太合适吧？再说了，我现在也是真没有钱。你怎么可能没钱呢？你是有别的生意吧？不然怎么可能没钱呢？风吹半夏，周一至周五晚间10点，中天娱乐台。